各位同学好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字体的字形。每一个字都有形状或组合的样子。本单元借由容易混淆字形的练习，期待同学能对字形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好，请同学呢找出下列句子中出现的形似字错误，并修改成正确的字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对答案吧。你答对了吗？第一题，不管警察如何审问，犯人对案情还是无法交代清楚的代，应该写成这个代才对哦。第二题，法官应该依照证据来判案，不可偏袒任何一方。这个坦不是土布。